小猪佩奇开始做家务了，看一看小猪佩奇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水池里面好多碗和盘子哦，小猪佩奇要开始洗碗了。首先呢，打开水龙头，先放上一些洗洁精，有洗洁精才能把碗上的油渍洗掉，对不对？先来洗绿色的小碗。用上一块海绵，粉色的，两个绿色的，两个粉色的，这里是什么呀？是小盘子，蓝色的小盘子，黄色的小盘子，这还有什么呀？餐具、叉子、勺子和汤勺，还有两个粉色的大一点的盘子，这里是什么呀？今天小猪佩奇家烧了鱼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装鱼的盘子。我们知道，盘子和碗清洗第一遍之后呢，还要再来用清水冲洗一遍，避免残留洗洁精在上面。盘子、鱼盘，两个小盘子。还有四个碗，关上水龙头。这是佩奇洗干净的碗、盘子和餐具，把水沥干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把它们收进碗柜里了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